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哋果然好美啊！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嘅就系呢个靖康望闻温室蜜瓜。如果呢粒嘢要从日本嗰度运到嚟马来西亚，你哋大概都要买到300-350一粒。我哋手上呢粒就系中国种植嘅，我哋买翻嚟都系25蚊左右啦，25蚊左右。我阵间可以切俾大家睇下有啲咩唔一样，佢嘅甜度，佢嘅香度，今日就唔方便上镜啦，因为个眼有啲唔舒服。所以就係拍呢個瓜俾大家睇，介紹一下。咁嘅而家入到我哋嘅就够。